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成田。好了，你们刚刚听到我在片头演示那个曲子呢，都是由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综合效果器 NUX MG300 录出来的。怎么样？感觉音色还是不错吧？因为说老实话，对于我来讲 ，NUX 的产品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走初学者的路线啊，然后价格也不算太贵。那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。价格跟音色肯定都是成个正比嘛，那它音色能有多好了，是不是？那但是我玩了两天以后，我觉得，我这个想法有稍微有一点点改变。我觉得它音色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相对于现在这个价格来讲，因为它的零售价只是800多块钱，那我觉得这个价格能有这个音色，我觉得还是可以。因为我觉得呢，消费这个价位效果器的朋友们呢，大部分都是新手啊，或者是初学者啊，或者是刚学吉他没多久的朋友们的。那这些朋友们呢，绝大多数拿到手以后呢，基本上都没有一个调节或音色概念，这个很正常嘛，因为新手或者是你刚玩没多久，没有概念是很正常的。他可能就直接拿原厂的预设音色就开始玩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手朋友们去录的视频啊，弹的东西，我们老觉得他音色不好听。说老实话，还真不能怪他们，不是说他们调的不好听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懂调，他只能拿一个预设音色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入门级的综合效果器的预设音色的好坏，可能很直接就会影响这一些朋友们。那顺带提一句，我们刚刚片头演示的曲子就是我用他们的预设音色录出来的，我都没调过。所以这几个点才契合了这一期视频的拍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预设音色还是挺不错的，然后又能针对一些初学的朋友们。那所以呢，我拍这条视频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这一些刚学吉他没多久啊，还不是很熟练的朋友们，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 MG300 呢，算是新手朋友们的福音了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会站在新手朋友们的角度来聊一聊这款效果器，我觉得有哪几个功能是特别适合他们用的。好，第一点就是声卡功能。说老实话，对于这种综合效果器来讲呢，他们的原意本来不是做声卡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对它的声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期待，但是我是觉得足够新手朋友们用的，因为有声卡功能可以提前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录音是怎么一回事，而且很方便啊，直接插线怼电脑就可以识别了。第二个就是有鼓机跟 loop 的功能了，这个就不用讲啦，可以自娱自乐，方便练习用的。第三个可以接电脑，通过 QuickTone 的编辑软件来调节它的音色，就不需要在这个小屏幕上面去调节音色，因为说老实话，屏幕小还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毕竟价格摆在这个地方，有这个价格成本的这个因素在里面，所以如果能通过电脑来调节，我觉得会更方便更直观嘛。这个功能我等一下会单独的演示给大家看的啊。第四个，它是可以加载第三方的 IR 箱体模拟文件的，那我觉得这一个是非常的好，因为我们的第三方 IR 呢都是通过采样，通过专业人士对一些箱体的一个采样做出来的文档，你如果直接导入到这个里面去了，其实我觉得对音色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。所以大家是可以去下载一些免费的 IR， 付费的 IR， 让这个文件帮你的效果器的音色做一个提升。第五个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它的输出模式可供我们选择有5种，比如说你今天想怼在一个调音台 PA 或者是你的声卡的话，你就可以调到相对应的输出模式。那如果你以后你购买了一些比如说一体的音箱啊，或者是分体式的音箱的时候，你怼到一体音箱的前级后级，或者是分体音箱的前级后级的时候，那这里又有4种不一样的输出模式可供我们选择。因为如果你的输出模式比较少的话呢，你会发现你在各种平台的音色会变得差异非常的大。那所以总结下来，这些功能呢，你不一定都能用得上，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有，不然当你想学习的时候又没有，那就很尴尬了。好了，讲完这些配套功能以后呢，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最实际的问题，音色。其实我觉得无论它是800块的效果器还是8000块的效果器，我们对他们的音色还是有期望跟要求的，对不对？在我拿到这个 MG300 的时候呢，我还特意的跟他们音色工程师做了一些沟通的，他也跟我普及了一下他们这个音色是怎么样构建出来的，其实就是一个白盒算法，也叫做正向建模。其实说老实话，我们听到什么白盒算法、正向建模都会觉得哇，离我们很远，这个东西太过理工科是不是？那其实用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呢，很简单，很好理解的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拿到一个吉他音箱放在我们面前，
把这个盖子给打开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元件，元件是怎么样连接的，然后再用一套数学的方式来实现整个机器的工作状态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白盒算法的解释了。那比如说我们有一款非常高端的效果器叫做 AXE， 它是卖10000多，是不是？那他们的这个音色构建的方法也是这种正向建模白盒算法。那所以白盒算法的优势呢，它是可以完全反映一个模拟设备的所有特性的，包括设备的调节旋钮啊，甚至电源对音色的影响等等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 MG300 的基本功能和它的音色算法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会把它连在电脑端里面去，给大家看一下它调节音色的时候这个软件界面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界面还是挺漂亮的，它做的跟那个真实的还是很接近的，也非常方便我们的调节。我还是那个观点，在一个大屏幕里面去调，总比在这个小的里面调方便很多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已经连接到我们这个电脑界面了。那因为我们连接到电脑界面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你当下使用的效果是用了什么样的音箱啊，用了什么样的单块效果器这样子啊，也就很一目了然。如果你是对音色本来是没什么概念的话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，你可以看到它本来是怎么样调的，它的预设音色用了什么样的效果器这样子啊。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跳到我刚刚演奏的 solo 7A 的这一组音色，我们做个演示哈。好， 7A 就这一个。对，那这一个就是我刚刚演奏 solo 的这个音色，叫 7A。 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了，它现在界面上面你看它写着一个 PAX100，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了这个音色肯定是偏英式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它整个效果器列呢已经是安排好了，比如说第一个是挖音啊，你看第二个位置空出来的这个是一个 compressor， 是一个压缩，第三个是一个推子的位置，那这边就是音箱啊，箱头箱体，这边是一个 EQ， 你看降噪 MOD 效果，然后一个 delay 还有 reverb， 对吧？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观察了，我们刚刚用了这一组弹 solo 的音色，它究竟加了什么样的单块效果器。比如说前面它加了一个这个推子，是吧？我们点开就可以看到这个 drive 的一个相对的一些参数，你看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 tone 是这里，level 是这里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很快就可以知道它用了什么样的参数，那包括后面的混响是一样的，看到了吧？你看一目了然，这个是全几乎都在中间，对吧？你看，然后降噪是吧，打开你看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直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学习的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那很简单，如果你想在这个效果器列里面去加入个延时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看到是没有 delay 的，对吧？我们只要把鼠标移到 delay 这个位置，然后点个右键，然后选择一个你喜欢的，比如说我自己就会喜欢选择这个第二个，这个数码延迟，是吧？你看这个效果器的界面跟真的几乎是一样，那现在就会有一个延迟的效果了，对吧？听出来吗？对，那我个人觉得这个 level 是可以稍微的低一点点，不要这么快。对，哎呀，对，这样子，对，轻一点，对，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就好了。那所以只要你想加的东西，只要在那个位置空的位置加个右键就可以去加进去了。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了音箱上面的一些设置，比如说 gain 啊， master， 然后高中低音的设置都可以一目了然。那所以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，对调节音色有一个初步的概念。那现在我还会再分享一个小技巧给大家，如果你是不懂调音色的没关系，你又想在音色上面去做一些小改动，记得我以前讲过一句话吗？其实麦克风的摆放位置直接会影响到音色的。那我们这个 MG300 呢，麦克风的摆放位置是有三个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界面啊，看一下麦克风的位置，只要点着你就可以前后移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里第一档、第二档、第三档，看到没有？你看三档位置，这一个是比较接近我们音箱的中央位置，然后这个是侧面的，然后这个是最侧面的，不同的摆放位置直接影响音色。我们就听一个最极端的，中间跟最边缘的，你们就马上能听出区别了。比如说现在是在最中间的，听一下音色，
吧？然后再听一下，放到最边缘以后，哎，放到这个最边缘这个位置了，再听一下音色。对吧？可以听到放到边缘位置的时候呢，它相对那个音色比较暗一点点。我们放到那个音箱比较接近中央的位置，就会明亮一点点。那这三档位置，你是可以根据自己，你听到你喜欢哪一个就调哪一个就 OK 了，没有说绝对说一定要放中间、放边缘这样子的。还有一个提示就是，我们现在知道了麦克风摆放位置是可以改变音色的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还可以把上面的麦克风选项改变一下。我们只要把鼠标放到这个麦克风这里，点个右键，你就会发现它这里就会有四个不同的麦克风让我们选择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选一个，比如说 U87 吧，你看点一下，麦克风的样子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再听一下，换了麦克风以后，在最边缘的位置这个音色，对吧？弹一个和弦就已经听出这个改变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那如此类推，你换其他的麦克风选项，你又可以得到不同的音色。关于这款 MG300 效果器呢，其实我该讲的已经讲了啊，该演示已经演示了。说老实话，我个人觉得对于国产效果器来说呢，我们的路还是挺远的，还要走很远，还要学习很多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多点包容性给到他们。毕竟说老实话，在价格上面我觉得他们还是挺照顾我们的，也希望所有的国产品牌都可以越做越好。我是成田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